来陈琳这边请。好的，谢谢。嗨，我现在人生当中首次24小时拼3场演唱会。对啊，我很意外，我现在还可以大声的讲话，是很开心。真的很开心，这3场我觉得大家都辛苦了。是，我觉得这3场算是一个暖身场，虽然这个暖身场也很硬啊，也是一个硬仗。是，但我觉得这3场完全可以帮助到我年底开跑的巡回演唱会。演唱会告一段落了，现在有没有想要大吃大喝，还是想要做什么放肆的事情？应该就是吃油炸物吧。啊好。又很想吃油炸物跟辣物。是。就例如麻辣锅啊，然后咸酥鸡啊，炸猪排啊，烧肉啊，就是你知道那种很上火的东西。因为你看我们这两天也听到了哦，为了要这个演唱会能够就是顺利圆满成功嘛，觉得吃的东西好少哦，不然歌迷担心，妈妈也担心。我没吃什么东西耶，真的短短的时间就应该就瘦蛮多的。是，这件衣服本来刚开始穿很合身。现在穿整个浪到一个不行，是，对啊。那你看哦，现在已经自称说是集邮女星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帮你算了一下，已经集了9宫格了，9位女星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第10位，有没有心里面想的这个目标是哪一位？有哎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心中有2个名额，是，一个是比较近距离的，一个是稍微的远距离一点点的。近距离的是小 S， 小 S 那很容易达成啊。没有，我们私底下两个人常见面的时候都就是一直走很客气的路线。对，我不晓得当真的亲上去的时候他会怎样，因为我们都是双子座的，我们都是那种很敢讲的，但真的要做起来真的是两回事。第二个人选呢是稍微远一点的，就是王菲。我觉得王菲比较难。我就是亲上去，他奈我何？也是啦。对啊，对，王菲，我就是要亲你的嘴，谢谢王菲，爱你，爱你就是要亲到你。太棒了！我开玩笑的，菲姐不要这样子。我好期待，我好期待哦，看到你能够亲到王菲跟小 S 的感觉。谢谢，我把第一杯先倒满啊。那从第二杯开始。好。谢谢，好，我们准备看镜头喽，来正前方。好，两位的右手边。来，两位中间哈，两位中间。好，来正前方。来中间这里哦。好，中间偏右边一点点。再给我一杯哦。好，要再一瓶哦，来再给杨丞琳一瓶哦。今天要财管哦。好。来，再给肖老师一瓶。好，倒第一点点哦，不要遮到脸。好，我们两位的右手边哦。好，来正前方。对不对？那除了今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酒香。酒香，酒香在手上。是。陈琳的手哦，今天是除了倒香槟之外呢，薛老师还带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好，我们你还不能回头啊！3、2、1，等到薛老师触碰到你的右肩膀的时候，你再回头哦。好，4:50吗？3、2、1，请触碰。是什么？送你一支最新的 iPhone 5。是，怎么会这样送给我？送你一支 iPhone 5，我好开心。触碰是有秘密的，有玄机在里面的，就是触碰，好不好？全新的 iPhone 5啊，有什么可爱的小朋友？真的假的？对，好，谢谢谢老师，谢谢哦，这真是我的吗？真的啊。那个杨丞琳同学哈，你刚刚哦，好真实啊，不是哦，因为我很想得到啊，真的，那都花钱了耶，你都没有怀疑，你都没有怀疑里面到底有还是没有？开箱，开箱，现场开呀，马上开，马上开，马上验，猜过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杨丞琳真的是一个识货的女生哦。是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她厉害到就是她的强化玻璃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哦。好薄哦，她怎么听成这样子啊？是。我
我干嘛代言啊？没有，谢谢，这礼物我好喜欢哦。对，我们的为爱启程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从今年年底12月15号正式起跑了啊！我们要让这个工作人员将我们的这个大的海报拿到台前，也要正式跟所有朋友们来宣布这个好消息。哇，好，我们数3、2、1，请揭幕啊、哦！要揭开这个好消息哦！哦，这样揭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哦！3、2、1，请公布，我们在12月15号《为爱启程》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起跑。首站呢，来麦克风，我帮你拿。就发现《为爱启程》就是要不穿衣服吗？太棒了哈、哦！这个《为爱启程》演唱会的概念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从这张专辑《想幸福的人》开始，就是一直想要让大家知道音乐是可以感染到很多人，然后带给很多人幸福。无论你想要的幸福是什么，那大家都是想要幸福这件事情，其实都是由爱出发。是，那希望为爱启程呢，就是可以透过音乐，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大家在2年前替我完成了梦想之后，我们之后可以一起带着这个爱，然后好像就真的像这环游世界一样，启程去你更想要往幸福的地方。对，说得很棒哦，要让所有的朋友们不管听到杨丞琳的音乐，然后一起感染演唱会所有的气氛，大家都为爱启程，为爱启程，从爱启程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也要祝福丞琳，也要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美女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